里哦，我这冷冻低脂鸡块一定要做出些完美比例，让你有个胖，有个好家。我跟伊明明就熟悉对方遐尼侪年啊，我嘛一直认为讲我真了解伊，啊，不过是安怎即马完全拢无共款啊。慧婷是毋是心情无好啊？敢是因为俊杰的关系？是。我今天只忙水卡电话叫给我家。我不要紧。好好，你等。慧婷，请问嘛，芳姐，医生安怎讲啊？有来得及，慢缓到了。爆裂物并无伤到患者的视神经，今日阮拄来手术，患者目睭的视力应该是无受到影响。医生啊，我报到内底囡仔敢有安怎？伊的囡仔真平安，完全无影响到。慧婷，看到你受伤，我真正做唔甘的。并且。俊杰，俊杰，俊杰，我若是有做啥物代志，让你感觉无欢喜，我会当改。你啥物拢无需要改，我敢希望你会当平安快乐，做你家己就好啊。就参像你讲的，你对我的爱。就是希望我会当永世安康，俊杰，多谢你。是的啊，慧婷，我又该来改变你啊。哎，迄嘉文哦，拄好转来看我啊，你要替伊洗洗吗？我阁有代志要出门。一凡跟嘉文的态度，那也怪怪。正常我也答应你，会好好照顾嘉文。我想来讲，你发生再大事，我两个真的就袂落去啊。啊，无人愿意哦，发生这款的不幸啊。原来一凡跟嘉文已经分手啊。一凡跟嘉文分手，应该是因为伊妈妈的关系。拄只阿妈有讲，春梅阿姨有强过器官捐赠同意书。我阁一直梦到春梅阿姨，讲讲关心中和我的人就是。希望你会介意我送你的礼物，也希望你会愿意替我照顾厝内底人。你别够礼貌了，这已经超过你的酒量了。麦高林吗？就有啊，我拜托你，干咪当麦管这样子啊？我不管，因为我无法度看你用这种伤害家己的方式来发泄情绪。啊，那我是不用什么方式啊？我大概那心情不好，我就会走来打棒球。这嘛是医生唯一同意和我做的运动啊，因为这个运动。会让我想到我的人生啊！我因为心脏病的关系，受到这多限制，这多代志袂用做，这多所在袂用去。我会当长球打棒球同款，选择主动出击。不管对到什么球哦，为我飞过来，我拢用尽全力给拍出去。阿姨，我一定帮你照顾你厝内的人，尽全力。帮助一凡走出悲伤，可以提出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。什么代志？报告总裁，公司这季的财报会计师已经算出来啊，财务经理嘛要签名才会使。也不过老经理最近拢请假呢。哦。总裁，哪会来啊？你是安怎？气象那阵差，办不中快些。我啊，有什么代志？你真的笑嘞啊！姐姐有我休困一下就好啦。人都徛袂在啊，国公无要紧，赶快送你来病院。啊，你先坐了。
照顾家己，照顾家安尼，成一般人。奈需要伊的时阵，不怪人。我袂阁麻烦一凡任何代志。你是讲你甲陈一凡两个已经一阵毛啊？你拄着的代志哦，实在太多，不怪身体袂堪的。会听到林院长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会请伊好好甲你照顾，伊就好好啊，对他敬仰啊。多谢总裁。